开始吗？开始了，开始了，你先来。开始了，啊哈，就这么走。有人吗？大家好，Hello， 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吗？开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源，我现在在挪威的米克达林，现在在一个滑雪场，可以看到后面是非常漂亮的山，然后一会儿呢，我就会滑雪和大家聊天。好吧，好，那我们上去。第一次这样直播，我切换一下。好好，我给我把手套切了，帮我切一下。帮我切一下，帮我切一下。好嘞，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滑雪的地方。嗯，天气气候非常的漂亮，天气非常的好。那现在我要参加活动，要参加活动了。稍等一下，你记着点，对。好，下面有请挪威国家旅游局长班塔霍曼女士致欢迎词。Visit Norway, welcome. We welcome you as the Winter Sport Ambassador to Beijing Social Sport Administration Center. We are very proud that you have chosen Norway for the production of your new video. We hope you had a good time. Norway, as a winter sport destination, we like to say we are the leading in the world.Skiing, overlooking the fjords and the mountains, and other winter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Northern Lights. Norway sees itself at some of the best spots in the world for winter sport. So we are pleased to present Roy Wong with a gift and naming our winter sport partner for Visit Norway.挪威国家旅游局热烈欢迎冰雪运动宣传推广大使王源来到挪威。我们非常荣幸王源能够选择挪威作为他 MV 的拍摄地。挪威作为全球领先的冬季运动目的地，吸引了全球无数游客。挪威国家旅游局欢迎王源成为我们的冬季运动伙伴。我们想为王源赠上一份挪威的特色礼物，挪威特色毛衣，希望您喜欢，谢谢。You're welcome. We hope you will wear it. And no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former Olympic gold medal winner in freestyle skiing, Connie.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onest to meet you. I heard you're going to go skiing. You used to ski? Yeah, just a little. Will you ski with me? Okay. Yes. Let's go. Okay, let's go. 好，下面请享受冬季运动吧。现在就开始了是吧？对。我还有点懵，那就走呗。Let's go. Go, yeah.
是要取消，重新上一下。对对对。是什么操作？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啊。对对。接下来与王源一同滑雪的是挪威著名前冬奥会冠军 Kari Trå 女士。我先打好预防针啊，一会儿我可能会摔下来。还有一只手套呢。好嘞，现在我们等一下那个冠军，我等他。对，那等一会儿再穿。你先稍微等一下。来了。He's ready. He's running. Do you ski in China? Yeah, but almost. Only start to low. But I saw a YouTube video when you did snowboarding.卡住进不来了，等一下，等一会儿卡，哦不能，然后我就可以进去十成了。你不要拍我，就哎呀，尴尬的时候了，走吧走，走吧走，我们去了去了。现在我们坐在了小缆车上面，我这样我的脸就是瓜子脸了。我们现在坐在了小缆车上面，然后现在要往高的雪山上面进发。这个雪山好高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开始有风在呼呼的吹了。那我跟大家讲讲这几天在挪威的感受吧。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空气非常的好，然后人也特别的友善，但是就是太冷了。这几天我们在 MV 和其他旅游视频的拍摄遇到了大风大雪天气，那个风真的能把人直接刮倒，就还挺大的风，雪也是。但是我作为一个南方人，没有怎么看过雪，见到大雪还是挺激动的。戴上我的手套，还有长长的一段路要走，跟大家聊聊天。我看不到字，那我跟大家讲讲。该说什么？我看看大家发的消息。我把眼镜摘掉吧。我在看大家的消息，大家说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暖，这个我会注意的，到时候我会安安全全的回来的。还有大家说，大家说什么？说你好，我说你好。就是叫我小心一点。其实这次真的很开心，因为平时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出来玩，出来滑雪。我也挺喜欢滑雪，但这次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滑雪圣地滑雪，真的是很开心。就看一下吧，然后给大家看看美景。哦，我们的缆车停了，停在了这里。哇，摇晃的好厉害。哇，这是什么节奏？有点吓人。看四周都是白茫茫的雪山，什么都没有，就是雪非常的好，而且很厚。其实今天我上午在拍摄的时候走到一个雪坑，然后直接整个人就陷下去了，差点没过了我的头。就哎，这样会是不是会好一些？这样看我其实那条有点冷了。我不知道
说的话。像你今天都玩了什么？没玩什么。你知道你是行程很紧。对，这几天就是还在我玩了什么，其实这几天就一直都在拍摄吧，没有怎么玩。前面就快到了，前面就快到我们下缆车的地方，我会去这个自拍杆。到滑雪有什么期待吗？大家期待你。大家期待我有什么滑雪？大家不期待我深圳的滑雪？七点过，滚下去了。好嘞，我戴上手套，我们准备下车了。Bye guys, have a safe trip.